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今天小周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个六线小县城的万达，里面的人流量怎么样？先看看万达这边的环境吧。这边有很多楼盘。这个就是万达广场的外景了。看外面人流量很小，稀稀拉拉几个人。走，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万达广场的里面，客流量依然很小。这里是一楼，都是些卖品牌衣服的。今天还是礼拜六，都看不到什么人。如果是平时的话，应该人会更少吧。我看到很多店员都在店里面玩手机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客源。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吧。这个电梯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。二楼客流量依然很少。二楼也是卖的一些品牌衣服。看不到什么人了。我们去三楼看一下吧。三楼全部是卖儿童用品，还有母婴用品的，也是客流量很少，几乎都看不到人。像这么大的一个万达广场，客流量这么稀少，那些开店的人赚到钱吗？而且这里的租金应该很贵吧？这些店里面也空无一人。这就是一个六线县城的一个万达广场的客流量的基本情况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